我刚刚看到大家的这个翻滚淮南鸡这个东西呢，好像都已经很有历史了，也就是说各位小朋友都把它玩到已经差不多快要烂掉了。啊，这样子要比赛的时候当然就会坏坏的，不容易挥啊，会挥出你好成绩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呢，要怎么让你的旁边两边的翼面一定是直的，两边一样平行，因为这两个不平行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走弯哦。哪一边弯，你就要修哪一边。好、哦，它滚的速度不够快，是因为前面后面那个鳞边哦，你不够完整，或者是说它不是90度哦。如果它角度够的时候，它会转的就快，转的越快的时候啊，越不容易掉到地上，它会滑飘的越远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各位小朋友把你手上的自己的滑翔机好好整理一下，然后再来上场，好好表现一下，各位小朋友的手工如何？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就交给季老师来主持。这个要直，不弯，头像吗？我教你们吗？我现在不是要教你们吗？这个要张开来，张开来才会转得快。张开来，哦，这个呢，你不能让它弯掉，要直的。要直的，90度的就是要90度，哦，尽可能90度。这样子，你看看，这样子就转了，来，让开一下。结果，我的要飞起来。好，这样，他这刚刚转哪个方向？刚刚没注意到，他转是这样子转，对不对？好，转这样子，他是这个，我们这样放下去，就是这边，这边是弯的，所以他往这边一直弯过去。老师，我这边差点困。所以待会的秩序越好的话，我们进行的速度会越快。大家说，由风筝大师先教我们老师，我们老师再教你们。好，今天他特别来看我们的翻滚滑翔机比赛，那你们奖品在这边哦。我们先丢一下给你看。好，来上台喽。你还没有比赛，或者说现在正在比赛的时候，是这样的吗？好，来，于贝贝，现在稳好了吗？李幼龙，等你小笼包吗？来，预备，好，棒！哎呦！持续的保持往下的力量，但是因为它有翅膀，所以它会沿着这个在空气里面一条虚拟的一条斜坡路一直往前滑，这就是滑翔机的作用。
但是它一动起来的时候，它的翅膀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零件都跟风有关系。风筝看起来它就是一张塑胶袋或者一张布而已，几根骨架停在那里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风对它没有作用，但是有风对它作用，你知道它飞起来的时候，每一小的部分都有它的功用。那说我教各位做这个东西，就是希望各位从每一个小东西、每一个小零件里面去了解到风怎么样对它作用。就这个教给各位以后，以后将来各位的知识到一个程度了，再加上这些原来我教给你们这些观念，让你们就能够创作自己的风筝、自己的飞机。这是我最后的目标，我希望能做到这一点。那到目前我们现在了解是说，这样东西它算怎么飞的？你先飞给各位看，后面捡到的人轻轻的往下这样子平来飞出来，飞回来啊、哦。各位看到了啊、哦，这么大的飞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想要自己做一个？难、啊。我想做换线的。难不难？不难。收割什么？防花杆。哦，我加油。哎，不用钱买的哦，啊，我们只要花一点小钱买珍珠板就好了啊。这个杆子呢，比什么材料都好用啊。这个飞机有机会，你在家装上哎遥控系统的话，它就遥控飞机了。啊，这个飞机它可以这样子。他说：“你要自测的人，请你起立，啊，距离大